赶快数你的东西去吧。好，你们要是再耍滑头，我绝饶不了你们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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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书画。哎，掌柜的，上午在你这儿当的刀，你给了我两个铜板。哎，现在你怎么不认账了？不管谁没当票，我是统统不认账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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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去去去去。掌柜的，那把刀是我们两个偷他的，是他的命，你就还给他吧。你们少在我这儿捣乱，搅和了我的生意。去去去去去去去。掌柜的，我求求你，你把刀还给我吧。那把刀是我爹临死之前留给我的，我多给你点钱，啊，给。你还给你这么多的钱？啊，来啊，给我把这群叫花子轰走。我有办法，都被赶出来了，还有啥办法呀？童哥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到天黑你就知道了。走走。
走走啊。伙计们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我把帐已经扎好了，明天咱们就关门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掌柜的，生意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不干了？不干了，我给你们两个每人发10年的工钱，回家享清福去吧。哎呦，掌柜的，哎，你一定是发大财了，真舍得给我们这么多钱呐？少啰嗦，每人拿上自己的钱，连夜就走。掌柜的，那你呢？我。我再守一夜，明早我把这铺子卖了，也回乡下去。嗯，哎，掌柜的，这刀怎么多出一对来呀？眼尖得很，小心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。掌柜的，这到底是一把啥刀啊？哎呀，话多得很。去，你们赶紧拿了钱，现在就给我走人，免得到时候。我心疼我的钱，后悔啊！走走走走走，好，我们走，我们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哎呀，从今往后啊，我就得搂着这宝刀睡觉喽。睡觉去喽。两个给我上去，剩下的给我守住门口，别让这个老东西给我跑喽。是。起来，起来！啊啊！谁？你们是谁？官府的。我可是守法的顺民，你们深更半夜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把无极刀交出来！无极刀？你们怎么知道无极刀在我这儿？抬起头来，好好看看我。今天在兵器库老胡子那儿，我们见过。啊！别杀我！我交给朝廷，朝廷可得给我10000两黄金的赏钱呢。拿过来吧。赏钱，你就好好等着吧。你个老不死的，拿个尿壶来冒充无极刀，日弄老子！见鬼了！明明是无极刀嘛，怎么变成尿壶了？哎呀，官爷，明明睡觉的时候我还用毛毡裹好了揣在怀里的，一共有4把呀！放屁！谁都知道无极刀只有2把，怎么会变出来4把呢？哎呀，是4把，2把真的，2把假的，假的还是我特意出高价找人照样子做的，为了防备别人盯上我，我好把假的给他，可现在4把全没有了。你个老不死的，还敢犟嘴！来呀，给我翻！哎，别别别别！
别！官爷，我想起来了，天黑前有两个人到当铺来要过刀。谁？叫花子，一定是那两个贼头贼脑的叫花子。他们领着一个女孩，哭哭啼啼的要赎这把刀。他们还说是偷那个女孩的，让我把他们赶走了。别听他的，给我翻！官爷。哎呀，别翻了，别翻了，别翻了！我说的都是真话呀，他们可是贼，他们能偷别人的东西，也能偷我的东西吗？哎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慢着，怎么样？看到我深偷童哥的本事了吧？都怪那个老头啊，他不会做生意，我们拿钱去赎刀，他不给，这回倒好。不花半个铜钱，刀回来了。怎么多了两把呀？哎，我也纳闷啊，咱们当出去的是一对儿，怎么变成两对儿了啊？一模一样的，我也分不出真假。哎，我就找个包裹皮啊，全包回来再说。嘿，我呀，怕那个老头发现。就给他怀里塞了个尿壶，嘿，让那个老头抱着尿壶做好梦去吧。这多了一对儿，你知道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我知道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它可是大小长短模样都一样啊。我能闻出它的味道。刀上还有味道。我明白了，切牛肉的有牛肉味儿，杀猪的有猪味儿。不对，那是我爹的汗腥味儿，还有包刀的油脂味儿。我想我爹的时候，就闻闻这刀上的味道。哼，你还真细心。那你赶紧闻闻，哪一对刀是你爹的？就是这对儿。嗯。就这对儿。嗯。那好，小女子，刀我们给你找回来了。钱暂时没有，以后还你。不了不了，我不要钱，你们把刀还给我就行了。嗯，我说，你这是一对什么刀啊？啊？为了这对破刀啊？你说你哭着喊着，逼着我们把它给弄回来，那个番婆子还差点把我们给勒死。我不告诉你们。不告诉拉倒，你以为你这是无极刀啊？你爹是杀猪的，这刀是你爹的杀猪刀。不许说我爹。不说你爹，说说你，你叫个啥？你背着把刀到京城来做什么？我叫好妹，我是来找我男人的。嗯，哎，你不是碎女子，你是碎婆娘，哎，她还有男人。你男人在哪儿啊？他是干啥的？我男人是楼兰王子。你们俩别笑啊！我男人真是楼兰王子。哎呀，你个碎婆娘，不说就不说呗，你还硬编啊？真的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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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那你赶紧去兴庆宫院吧，别四处卖你的破伞了啊！你们也知道兴庆宫院啊？那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？可以带我一起去吗？好妹，你真的要去兴庆宫院找你男人？二位哥哥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就帮我个忙吧。好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怎么帮你啊？就算你男人真的是楼兰王子，你也进不了兴庆宫院里面去啊。就是，你以为你男人是刀啊？我能给你偷出来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们俩定亲的时候，爹给我们一人一块红布，把它挂在门外，他出来进去的就一定能看见。还越说越玄了，梦话说成真的了。嗯。好，铁弟，咱们俩就去兴庆宫院门前，
看看那个楼兰王子看了那块红布之后，会不会把这个碎婆娘接到宫里去。好啊，二位哥哥，谢谢了。别，义父，咱家还从未这样乱过。小姐绝食，夫人哭闹，您也愁眉苦脸。您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一个傻子呢？为了守住楼兰王子的秘密，我不得不硬起心肠这样做。只是可怜小姐，宰相李林奇攥着我们的把柄，他知道了楼兰王子的真相，这关系到我们刺杀皇上的成败啊。这根独木桥我们快要走到尽头了，只要等皇上的六十大寿一过，等我坐上了那把龙椅，到那个时候我就再也不会屈从任何人了。还是义父大人看得远，可宰相李林奇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是不是孩儿哥泄露的？孩儿哥一门心思想报仇，他不会捣这个乱。那到底是谁呢？知情人我都已经灭口了。你啊，还忘了另一个人。沙里飞，他被我们关在秘密地牢里，重料加身，他就是浑身是嘴也无处可说呀。我们都小瞧了他，收买狱卒，写了血书，他把这一切都密告给了宰相李林奇。原来是他，我去杀了这个狗东西。我何尝不想把沙里飞碎尸万段，可这样一来，那孩儿哥就会像一匹没有缰绳的烈马，我们失去了驾驭他的手段，他会给我们闯下更大的祸端。既然险象环生，干脆破釜沉舟。时机就要到了，马脸校尉他已经禀告我，说无极刀就在京城的一个女孩手里。这个女孩会不会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好妹呀？前些天孩儿哥来找你，我一出门就听守门的家丁告诉我，说一个女孩来找楼兰王子，并说是她的男人。我当时断定这就是好妹，我马上追出门口，可是不见人影。这几天我正在城里找她。尽快的找到无极刀，我们就可以走过独木桥，踏上阳关道。是，我立刻去找。萨尔汗，你这身衣服很有特色呀，再加上这个红腰带，真让人喜欢。这条红布带是我爹送给我的，可是我更喜欢刀客的短衣打扮。出刀，刷刷刷刷刷，轻便利索。我这件衣服倒是挺利索，可是没有你那件袍子穿起来有气派。咱俩换穿一天怎么样？好啊。给。给。好。够利索。哎。你穿起来也不错嘛，挺精神的。还有红腰带呢。这红腰带可不能给你啊。你父王还真有意思，我也有一条跟你的红腰带一模一样。和我的一样？拿给我看看。你看怎么样？快拿来。好妹，是好妹。好妹，好妹是谁啊？是我媳妇儿。藤俊，你怎么得到的？快告诉我。我捡的。捡的？在哪儿？兴庆宫外面的门环上。起初我还以为是你拴在那儿的，后来看到你身上也有一条，你就没发现？那我怎么没看见？你跟新娘子似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怎么能看见？好妹来京城找我了，这是好妹的，
好妹来找我了！哇，好妹来找我了！好妹来找我了！好妹来找我喽！萨尔汗原来也有手舞足蹈的时候。哦哦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忧郁的王子。康俊，我告诉你，人呐都一样，遇到高兴的事情，就会又蹦又跳。好妹来找我了，好妹终于来找我了，走喽！老爷爷，今天背的伞全都买光了。好啊，我当初就没有看错你，我知道你是个能干的娃儿。你男人找到了没有？打听到了。在哪儿？在兴庆宫院。哦，在宫里当差啊。不，哎，好妹啊，你信不过爷爷，不跟爷爷说实话。不是爷爷，我是怕和你说不清楚。哎，你说你在京城里一个亲戚都没有，可刚才有一个卖皮货的大叔来找过你。大叔？嗯，爷爷，我在城里真的没有亲戚，那个大叔肯定认错人了。哎，没有，人家知道你叫好妹，还知道你从双溪镇来的。我货郎大叔。好妹，好妹，好妹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货郎大叔啊！好妹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好，好，你们先说话，我到后院去看看。好，好好说话，见到亲人了啊！好妹，慢慢说啊。好妹，双溪镇劫难之后，我和孩儿哥四处找你，我们俩走散了，也没找到你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志玄大叔他死了。他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他中了一把带毒的飞刀。是谁杀的他？一刀仙。一刀仙？那你知道一刀仙是谁吗？志玄大叔告诉你了吗？好妹，那刀呢？哎，那无忌刀呢？在我这里。这下交给大叔，我踏实多了。你一定要好好的保管他。好妹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管好的。如果这把刀你早点交给我，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好，好，我的货还没卖完，卖完了货，大叔来接你。这儿住着不方便，搬到大叔那儿去住。好妹，你等着，我来接你。京城的父老乡亲，一刀仙要把这刀交给皇上，好妹总算替你们报仇了。杀你啊！一时半会儿还不会，无忌刀他们只是听说过，只有我爹，我和孩哥
才见过。那你赶快躲他远点啊！爷爷，我给你添麻烦了，你也快换个地方住吧。哎，没事儿，是祸躲不过。我这把年纪了，无牵无挂的，他最多放把火，把我和伞殿烧个干净。爷爷，要是他们来找我，你就说我跟我的男人一起走了。爷爷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人。爷爷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快走吧，孩子。刀啊，无极刀，你折磨了我整整十多年，为了你，我错杀了多少人，为了你，我耗尽了多少心血啊。义父，正像您说的那样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。你说的对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为了这把刀，也让你受尽了委屈。义父大人，受多大的委屈我都值得。我这条命是义父大人给的，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复仇。我不会忘记，我是在这间小黑屋子里长大的。我面壁练刀的时候，我在大漠上寻找无极刀的时候，我就只有一个信念，要杀死皇上。我要让皇上的六十大寿成为他的忌日，我要拿皇上的狗头去祭奠我父母的亡灵。说得好，这一天就要到了。我们十多年来准备的这一切就要实现了。紧急之事，要禀报楼兰王子。楼兰使臣叩见萨尔汗王子。他才是萨尔汗王子，我是康俊。萨尔汗殿下，萨尔汗殿下，老国王病危，传王子火速回国继承王位。什么？国王病危，继承王位？我们已经知会皇上陛下，皇上已经恩准，殿下明日启程回国。启程回国，这是个不幸的消息。望王子能为国家着想，千万不能因为国王病危过分悲伤而有伤贵体。楼兰的臣民正等候着您继承王位。义父，怎么了？楼兰国王病危，要让王子火速回去继承王位。回国，楼兰王子可是假的呀！一动身，这个假王子就会露出马脚。皇上一旦知道真相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可是皇上已经恩准了，明天一早就要派人护送楼兰王子启程回国。义父大人，我连夜赶去兴庆宫，把这个楼兰王子杀掉算了。绝对不行！如果现在杀掉楼兰王子，明天皇上就会受惊动。一旦让楼兰使臣知道，定会挑起边关战乱。皇上也无心过六十大寿了，那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在寿宴上刺杀皇上。那该怎么办？Thank you.
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不是康俊，你怎么穿着康国王子的衣服？你是谁？原来你要杀康俊，你到底是谁？王子，萨尔汗王子，胡姬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胡姬，康俊，原谅我，我是来杀你的。胡姬，你疯了？我没有疯。 我是奉你叔叔的命令来京城追杀你的。我叔叔，不，这不可能。他已经杀了你的父亲当了国王，他要斩草除根。不，不，康俊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我知道，我下不了手。你叔叔给我的这把御魂冰寒剑，是康国的万年寒玉所铸。刺出去，即可冻成冰雕。但我遇到了火玄宫，水火不容，阴阳相克。我的御魂冰寒剑遇到了唯一的克星，这是天意。胡姬，我受尽了煎熬。 终于下定决心来杀你，但是，我杀不了你。是他救了你，你得感谢他。我已经没有遗憾了，康俊，我已经背叛了我的养父，向你透露了事情的真相，赶快回国去报仇吧。胡姬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不。 我不听，康俊，我只要你知道，康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胡姬。 胡姬，胡姬，胡姬，你为什么不听我说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沙利飞这小子。 真有福气，让梅娘你这么好的女人，哼，为他痴情。王大人，明月楼我也卖了，伙计们我也打发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进京城，去救沙里飞？梅娘。 我已经给我父亲去信了，我让他想办法把沙里飞放出来。过不了几天，沙里飞就会活着回来见你。王大人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和沙里飞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梅娘，你还打算跟沙里飞过日子？我这条命是沙里飞救的，这辈子。 我当然属于他。梅娘，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，可是我怕说了，你受不了。什么话？你知道沙里飞是怎么把你骗到手的吗？嗯？你知道你的父亲和兄弟是怎么死的吗？是强盗杀死的。不是沙里飞花钱雇人杀的。 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！是我亲眼看到强盗把我爹和我弟弟杀死的。沙里飞单枪匹马及时赶到，他救了我。这就是沙里飞设计的英雄救美人的骗局。美娘，哎，你不想一想，
沙里飞他早不敢到，晚不敢到，偏偏等到强盗杀害了你的父兄之后再来救你，这未免有点太巧合了吧？王大人，你也太会编笑话了吧？这是沙里飞亲口告诉我的。你不要为了得到我就乱说沙里飞的不是。梅娘，我是真心的喜欢你呀，你可不要认匪为夫啊！不，他不是盗匪。我知道，他是为了活命才不得已为你做事。可是他是我的恩人，我的男人，我非常了解他。哼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沙里飞是个歹毒的盗匪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他是为了讨得我的欢心，把杀害你父兄的经过详细的告诉了我，这是千真万确。你可不能恩仇不变呐！你不要再说了。难道这件事情非得沙里飞亲口告诉你，你才相信吗？住口！你出去，不然我杀了你！出去，出去！你疯了！出去！梅娘，我并不想害你，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你让沙里飞那个禽兽蒙骗你一辈子。哼，你好好的寻死吧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谋害了我的父兄，真的是他，沙里飞，沙里飞，沙里飞，是你吗？就让这个楼兰王子回国。回去？这……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杀肯定是要杀，但绝不能在京城，而是在他回楼兰国的路上。在哪儿？流星镇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流星镇。不，让沙里飞去杀，然后我们再把他除掉。沙里飞？你不用担心，沙里飞是只贪生怕死的狗，只要放他一条生路，他连亲娘都敢下手。我们现在就去地牢放了沙里飞，快走。我本来就不是楼兰王子，什么继承王位，什么楼兰国王，你们都认错人了。我是孩哥，我要找王红这个老骗子，我要杀了沙里飞，我要找好妹，我要回我的双旗镇。楼兰王子，谁？我是王英。王英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知道了一个秘密，你叫孩哥，是你爹告诉你的。你明天是不是要启程返回楼兰国继承王位？我正要为这事去找你爹。你千万不能去。我要当面问他，他为什么要骗我。不是欺骗，他们正准备杀掉你。杀我？无道无邪
沙，让这大漠荒原有情有爱有花，有情有爱有花。啊啊，有情有爱有花。英雄沉醉。